活动。错，我拿的玩偶是长虹，哦，你也拿了长虹，这是终于有一个可爱的现在的长粉。妈妈，我宣布，我就是四川的耻辱之极。我那个中辣姐，我就要我的命。老聂吃的面不改色，我真的想直接把泪掉了。你这个给我跪下，纯正的吃辣。这位朋友，啊，他刚刚吓我，他前几天上火上的一个大炮是不是？那天牙龈肿的嘴都歪了，谁懂？嘴都歪了，谁懂？我们是四川菜。然后就是他啊，虽然说那一顿川菜就是我还是辣的一把，你接一把泪了。啊，这个人炸。你要表现他那个他的嘴巴张不开。Round two。他说话就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好吃，这不是这个东西，而且要。你吃过六个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东西，吃过六个。我刚下火，现在又可以吃辣了，咱们是不怕。刚刚咱们就说本来想弄一个水母图的感觉，结果这个头发太长了，实现不了，咱们还是得把它弄紧才好看。是谁发现了欧尼水母头的秘密？是我。咱们上次去那个理发店想要剪水母头，他姐直接一整个拒绝，说不太好不造型。好吧，家人接受了，咱们就说弄这种看似像水母头，要不水母头的。细水飞粉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把这里剪得这么短。本来想那个公主切的也不允许，因为你懂，因为不是公主啊。你的王者玩最多的角色是？那你是高手咯。我经常会打那种，打到那种 VIP， 就是金牌辅助。你平时玩王者的什么角色呢？啊，就是王昭君啊。家人冻住，然后就打一拳，然后再抓下那个雨，然后一下子，我记得我最高也就团战的时候最高最高三杀过人。昭君确实是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，来自昭君，来自。为什么是这一句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给他推荐的英雄啊，我要去玩那个瑶的英雄，瑶的皮肤也好看。当然王昭君的皮肤最好看。玩最多的角色是，我玩最多的是，不瞒大家说，我是比较菜，就是有点菜，所以我玩最多的是甄姬，我觉得她还挺好操作的。甄姬的菜就是随波逐流的痛苦，如果换成我说的话，就会说随波逐流的痛苦，谁懂？看看听不见。还听不见吗？这是你王者玩最多的，真听不见。哦，没事你说就行了。王者玩最多的那个角色是什么？王者我的英雄是什么？你玩最多的是哪个角色？昨天，这中意你，有人。